四。文英，哎，文英，清醒睡觉呢。多大的觉又把他叫醒了？行了，别叫了，别叫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这要是在东北啊，雪比这大多了得。这是哪儿？我。侯老板，又见面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苏警官吗？刘毅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朋友关系。普通朋友关系吗？对，普通朋友关系。你妹妹姓什么呀？姓刘。叫刘梅吧？是刘毅妹妹吧？抬头来！你不是说普通朋友关系吗？我问你，刘毅跟李三分多少钱知道吗？刘毅20万，李三8万。他们一人分了50万，你知道吗？扛什么扛？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呢。啊，你吃了没有？我吃饱了。啊，吃饱了。哎，我姐和我哥呢？哎，还没回来呢。真行，他们不回来，非逼我回来。妈，你什么事儿啊？本来想等你们都到齐了，再跟你们说。不，那我先回来，您先跟我说吧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回头再说吧。哎妈，啊，你记得我那小白包在哪儿吗？什么小白包？我好几年前买的了，那时候您说不好看，说不心脏，不让我背。啊，我不知道你的东西都在你屋呢，啊，没动过。那我找找去了啊。跟谁喝的呀？别喝高，别喝高。你谁呀？啊，你好，我是代驾公司的。代驾呀？啊，对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个，您还没给钱呢。多少钱呢？200。200？人家都100，你这也太贵了吧？您这家住这么老远，您说我这来回油钱都不够，不是？给嘛，给嘛。200就200吧。谢谢啊！把门给我带上。在哪儿喝成这样啊？啊？阿拉伯。你看你把你自己打扮成这样，就跟那狼外婆似的。你出去再把人吓着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喝口水吧。欺负人呢，欺负人呢。先喝口水。太欺负人了。谁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说，我帮你去出出气。我们领导。别人吧，都是一个星期一换班啊，到了我这儿，他就不放我走。嗨，这不还是为工作的事儿吗？这你能怨谁呀？还不是怨你自己啊？不就一盖章的活吗？非得弄成个豪言壮语，什么扎根基层、为离婚的服务，把自己架得挺老高的，下不来了吧？活该！没事，我再找我们领导谈谈。他要是再不放我走，大不了我辞职不干了。你别，
千万别冲动。我已经辞职不干了，你千万不能辞职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是国家公务员呢。如果你要是真想换工作的话，你就跟领导说说好话，送送礼，请他吃吃饭。不行，我陪你去。啊，哎，哎。哎，苏妍，你去妈那儿了没有啊？我刚到家。哎，我说你也真是的，你们不去非让我去，我这不是办案的吗？这真是。妈都说什么了？什么都没说，我就坐了一会儿回来了，白跑一趟。啊？那他让咱们过去干嘛呀？我哪知道，咱妈有时候想起出事一出来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是没时间的话，你少指挥我啊。哎，你这什么话呀？是当闺女说的话吗？怎么就不能指着你呀？太行了你！行行行，以后再也不跟你说了，不给你打电话了，挂了。留着，会长，开会时间往哪走啊？这还呀？他没在家，没在家啊？他没在家，那怎么会呢？坐好了，是不是遛弯去了？我这下雪天是上哪遛弯去？这呀？下次雪天遛什么弯啊？哦，就不许人家有点事儿了啊？这开会时间，这他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啊，这下着雪，要不上我们家等去吧？这一会儿他要回来的，他找不到咱们了。那他上午要是回不来呢？走。上我们家去，走吧，走吧，你这个会员，会员听会长的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下午再来，咱们下午再来，怎么样？行行行行，吧，先上会长家去，走。不，他说好了，他上哪去了？他走的不走了，我觉得。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们俩，你可记着我们呢？废话，我还准备找你们俩呢。那天谁打的我？大哥，那天都打乱套了。不管谁打的，那天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啊。今天我俩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，所以啊，想请您吃个饭，这就对了嘛。两口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，别瞎折腾啊！哎，大哥，我还纳闷呢，那天你说我们正打架的时候，你嗖一下就穿出来了，当时把我吓得，我说这太利索了，这动作，你肯定是不是练过？就是啊，我以前练过杂技，啊，你练过杂技啊，老苏？啊，空中飞人啊！哦，怪不得。哎，大哥，那你咋飞这儿来了呢？啊，这不岁数大了吗？退役了。一开始也不是先飞到这儿，先飞动物园去了。啊，养老虎，啊，我呀幸亏养这老虎了，后来呢才有了我这媳妇儿。哎，咋回事啊？说起来啊真有意思。那天啊那老虎吃饱喝足了在那晒太阳，这时候咔啦一下，就从那虎山上跳下一人。这时候你看那老虎啊，虎视眈眈，你们明白吧？冲着那女孩就去了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这要出事儿啊！我赶紧就把那老虎赶那笼子里了，我就把那女孩给救了。哎，后来这女孩就成我媳妇了。你看多浪漫，多浪漫！大哥，那你是武松啊？就是，这叫什么缘分？啊，对对对，缘分，缘分。所以说，两口啊，组建个家庭真的不容易，好好过日子吧，
啊，老话不说了吗？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？磕磕碰碰都是情，恩恩怨怨总是爱。珍惜当下吧，啊，珍惜这些缘分。大哥呀，我们跟您呀就是缘分，今天这客呀我请定了。走走，喝两杯，喝两杯，我请定了。走，我请定了。走，喝两杯。我这还有事呢，你也走，大哥。哇，你就突然出来吧，大哥。哎，就是。家女下面一应俱全。哎，小陈。哎，杨姐。这是房东杨姐。啊。你我们这都看半天了。哎呦，真年轻哈、啊！结婚了吗？刚结。哎呦，我这个房子特别适合刚结婚的小年轻的，特别浪漫。这一带是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。哎呦，我这一到这儿哈，哎呀，我这个喘气儿都特别透，空气太好了。那个格局看了好吧？交通不方便，离我们上班地儿太远了。谁说不方便呢？我们这儿有轻轨、地铁、有轨、公交车，离火车站也不远。我们上班不坐火车，那出差吗？离飞机场更近。要不我们再看看吧。谢谢你。嗯，好，没事没事。谢谢。嗯。不靠谱啊。终点站是哪儿啊？五里河。五里河，不是鸭绿江啊。鸭绿江那是到了朝鲜了，那是啊。哎呦，下，该下就得下，不能赖着不走。几个月了？七个月。哦，七个月了。男孩女孩啊？还不知道呢。啊，人家不告诉。啊，现在不告诉。我先一坐，我就知道出什么呀！想着他等的是什么？啊，我拿起了金条，哎，这条不能断，你敢偷了？
胡小子太精了，你哎哎，会长，会长，怎么在看什么呢？怎么不进去？你怎么进屋呢？趴人窗户干什么？啊，会长，会长，会长啊！这架咋这么大呢？会员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不吱声啊？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校长还没回来呀？嗯，还没回来？嗯，一小天了，这不是吗？就是啊，这么长时间。那不对吧？你给他挂电话了没有啊？打了，他没接。那也可能是没听着。对，是对的，我那看这个啊，嗯，行。没人接。没事啊，现在。还是通了，没人接。没人接，不对，肯定有问题。是不是像你说的，他出去有事情了？什么事儿啊？黄昏恋呗，谁说黄昏恋了？啊、你想啊，这么长时间，打早晨到现在，那还不黄昏恋着呢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瞎说了，瞎说的一点。给他姑娘挂电话，哎，给他姑娘，你有他姑娘号吗？别给人闺女挂电话了。怎么了？你别让人孩子跟着着急玩了。哎，不对呀，会长啊，这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啊。哎、打电话不接。一天没见着人影，你不告诉这姑娘一声，万一出点事儿呢？我早晨到现在好几个小时了，上岁人你不说不定发生了啥意外。老年人，我告诉你们吧，怎么个事儿？三个老年痴呆似的，你这没有痴呆，我脑筋灵光着呢。灵光，买东西了啊！我来。哎呀，不用，没事儿啊。我那个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嗯，不想玩了。哦，不玩，不玩，不玩了。我回去休息了。好的啊，走吧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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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，哎。今天干嘛去了？转悠一天就买了个坛子呀？买坛子干嘛呀？泡菜呀？泡菜也行。烟弹也行，装我的骨灰也行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说他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跟他们俩人说了我这事儿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这过来看你们仨站在那儿，笔管调直的，跟遗体告别似的。冻的，大雪天的，等你半天了，都快成冰雕了。你呀，就你这张嘴，一点密保不住。那天，咱俩从医院回来，我跟你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。俩人的结果拿错了，俩人就是不一样的结果。你就自当啊，你那个单子不是你的，你没病，说不定啊你还能好了呢。我拿错了，拿的别人的。啊，
那单子上写着呢，电脑字打的，文英，女，69岁，卵巢癌晚期，癌已扩散，别人的，谁的呀？你就说是我的，行了吧？行了，别胡说八道。哎，这古人说的好，人过70古来稀。我这一转年70，我再赖几个月，哎，也就古来稀了。行了，值了，这辈子真的。你说我比他爸爸多活了30年，嗯，多净多少事儿啊。就买这冰箱那会儿，哎，就这大冰箱，人家往屋里一抬，我一下就想起浩然了。大冬天卖储存大白菜，一排队排半宿，大葱、白薯都得排大队，胡同里头往回扛，夜里头在窗户根那儿码，码完了拿个麻袋片往上头一盖，一吃一冬天。现在好，夏天都能吃冰西瓜。他哪敢想啊，他买这房的时候，我一进门，呵，这孩子们给装修的，我这儿一蹬那儿一蹬，我这鱼缸里头都亮着灯。你说过上这日子，他得美成什么样啊？吃吃没吃过，见见没见过，他就这么着，真是吃了。就一样不知，嗯，咱俩这辈子啊，嗯，就这一个老头，可不嘛。现在人年轻人结婚，咱先不说婚外情啊，咱就说那踏实正经过日子的，啊，那年轻人结婚之前，不得先谈个多少回恋爱，得挑选。选个合适的好的，这再接。我那会儿，哎，给一个就是他了，一过一辈子，他这一闭眼走了，剩一人儿半辈子，哎，真亏。亏呀、啊，那我跟老吴说说去，给你啊。少废话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我才不找那麻烦呢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你自打认识人老吴就买个头套扣着，臭美。也就是有个小感觉，在一块玩玩，没什么别的。这年头啊，就叫蓝颜知己。你还挺有词儿，还蓝颜知己，还咖啡伴侣呢。哎呦，行了，你够值的了，还有个蓝颜知己。我什么色儿知己都没有，我就你一个知己。最近挺好的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样你？这个是我精心给你准备的小礼物，纯进口的，这包装是我自己亲手包的，你最喜欢的深粉色。不客气了啊！千万别跟我客气，你就没跟我客气过。谢谢。嗯，一会儿去哪儿吃饭啊？看你啊，你想吃什么咱就吃什么。
请你，你说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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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那个，我叫着梁冬咱一块儿呗，好久没见了，挺想的。嗯，先别叫他了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还整得挺正式的。我要结婚了。跟谁啊？梁冬。其实早就想告诉你的，可后来我想你在国外工作挺忙的，我打电话怕影响你工作。梁冬他本来想亲口告诉你，我觉得还是我告诉你更好一点，咱俩关系更近一些。他要是不跟我看病去，他还不知道呢。他怎么就会查出这个病来了？你说。哎。但是大家在想，我这个水牛角浓缩粉能跟犀角的这个疗效对等吗？这个呢？人也都来了，也都想好了，我该装了，我干了。哎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。二位，真的离啊？离。离。来，到我这儿，到这儿。把资料拿过来。怎么个意思？你俩不到半年就离婚啊？感情不和。不和。怎么个感情不和了？本来是和的，这慢慢的不和了。你说这结婚前跟结婚后他说的话不一样，本来说就要亲亲抱抱才能睡觉的，现在搞没了，还说我不是男人。你就不是男人，不就你就不是男人。他怎么不是男人啊？就不是男人，这上面写着男性啊。啊啊啊！二位啊，有一句老话叫七年之痒，怎么个意思啊？你俩这结婚不到七个月就开始养了？你先养的，他先养的。哎哎哎，甭管谁先养的啊，你俩想离婚很简单，我章一盖就离了，可你俩就成了前妻和前夫了。我昨天刚刚办了一对，从这一出门不到十分钟就到对面去办复婚手续。年轻人啊，闪婚闪离的事儿咱不能干。这样吧，你俩到对面坐五分钟，就五分钟行吗？五分钟。老苏，你对我工作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啊。你什么意思？请叫我杨柳青青。啊，杨柳青青，你呢，来咱们这儿时间不长，有些情况不太了解。我个人的原则是，遇到这种事情，至少要劝五分钟。这章能不该咱就不该。当然了，有的人咱是劝不住，但是我觉得这两口子应该能劝得住。咱得学会察言观色，你懂吧？没这个必要，巴不得他们同意。为什么呀？多一对离的，就多一个单身男士；多一个单身男士，我就多一次机会。你是这么想的呀？不可以吗？
拿那个秦腔，三条，打牌，南风，南风，我碰了，哎，再不碰都没了，这他好一个了，一开始，一封。八条，三饼，北风，好的，西风，看看啊，我看看打哪个啊？打五万，我吃。哎呀，四饼，打错了。哎，六条，七，九万，我看太黄了这牌。哎呀，等，我看一看，看一看，三条，胡了，这是哪啥呢？这打你什么牌呀？你打三个？看了，看大概啥？打错了，打错了。来，这个牌，腰比，五万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不玩了。哎，我胡了，这玩意儿啊，还不行。不玩细节也太差了，我也他都看出来了。你又不使劲听听我一下呢？你听我一下，我都疼出痛死他了。我刚才你要告诉我，你轻轻的碰一下，我就晓得了。晓得是啊，你晓得了，我就可以做到了。是不是？看人老吴演的多自然呐！哎呀，那排位的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分寸没把握好。哎，有点。咱们。有意给他点炮，还不能叫他看出来咱是故意给他点炮，结果现在他看出来了，不高兴了。行了，咱们赶快各自回家吧，别让他再看见了。怎么着？你回家倒是其次啊，你问你得想想下把怎么整啊，怎么把这个局势挽救回来呀？你得想想招，明天怎么办呢？都想想主意啊！走吧，你说下把怎么整？你这事儿就想一下，弄巧成拙了。现在要我现在是我，你不让你。怎么怀疑你的？车轮战啊！就你这号了，我也见多了。
就你这种，就属于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死扛啊！你有你扛的招，我就治你的招。看清楚了，这是你的烟吧？给我留好了啊！哎，出去以后我还接着抽呢。没问题，肯定给你保存好了。可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技术科已经检验出来了，这包烟上不仅仅有你一个人的指纹，还有其他人的指纹。那有什么新鲜的呀？我跟别人一块抽的呀。你太倒霉了，这包烟上有陈超的指纹。54，55，56，57，51。什么51呀？我越数越糊涂，我数到57了。51啊，明明57，明明是51嘛！你看你这，我数到57了，你真是你糊涂了。你才糊涂了，老糊涂了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我得走了，到医院去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病了？没有病。没有病啊，我去检查身体啊。你干嘛检查身体啊？我跟你讲，如果文老师要经常检查身体的话，不会到现在。去不去？我今天先不去。好，不去啊。王掌门，你跟我去吧。哎，你赶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去啊。哎，拜拜。这家伙，你可别说，是应该勤检查身体，是不是啊？那肯定的。啊，有啥病也早发现了，是吧？可是他呀，有点小病就赶快检查身体去，他可怕死了他。这话也不对，谁不怕死啊？文校长一病，他毛了。哎，我数到多少数来了？哎呀，从头来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您送两桶来啊！嗨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嗨，我现在都不吃花生油，我吃橄榄油。就把树撞倒了，什么高度啊？我这迟到了啊！迟到。怎么样啊？大夫长，这么长的针呢，照着哥们，他就扎进去了。哎呦，抽出这么些了呀？50个鸡蛋都补不过来的。结果怎么样？血糖啊，血脂啊，心肝脾胃肾。都正常，真不错，血压高一点点。哎呀，真不错，抽时间我也得查查。这个老年身体的健康啊，就是儿女的福气，完全正确。身体那么好，跟我们跑吧，别老撞树啊。没问题，来，走。啊，对，你都查多少项了呀？啊，查多少项？查了，我数了数，好像是十好几项的，啊，是不是？确实太晚了，
癌细胞已经扩散了，做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了。那现在还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没有啊？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化疗。可是化疗它是有副作用的。当然了，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，健康细胞也受到了损害。那您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大概还能剩多长时间呢？因为这个病我知道的很突然啊，所以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料理好，我想知道我大概还剩多长时间，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？半年吧。啊。